比赛上面规矩比较适合，比赛就慢慢发育。对吧？来吧，仗势留吧。很想收割龙女，这龙女没拿跑，杀一点。这边整体的话都有点坦度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战斗之心，誓死方休。对吧？屠龙勇士，屠一下子西瓦纳。这背景故事里面，龙女是皇子救的。我能救你，我今天也能收了你。给他来个巨龙撞击啊！全军出击！攘除奸邪。什么意思？这龙女人呢？F 六开吗？什么意思？他跟他明明在的呀，怎么现在每次一击团稍微打一下，他就不下班去开了？就我也去开了吧。感觉我们蓝没了，没事跟他互换一下。下路压线没法抓，直接毙吧。保护忠良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。在我们红开的。那他这会儿绕到下面去了，他在打到上面去的野，差不多打完待会儿会去下面去的。父王，那这样我反而我比他低一级。没事，他黑暗收割，我们低一级也能打得过他。杀害虫吧，碰一下，你把跳打一点。你蓝呢？赶紧解，先退一下，他有加速，等他血掉完，他都包过来一血。把提亚马特的钱回了，看到龙女了。这不我们没更新装备，先不跟他打，抓下吧。
差点下一次又想买这个提亚马特了。仗势流的话一定要先买星石。你这么光明正大进我野区，这龙女的话别给她控龙。在我红开的，我从下往上刷应该能保护中粮。兄弟姐妹们，并肩作战吧。为父皇，永世长存。先升波六来。七级的蓝宝。我喜欢挑战。大有点蓝，再干他一下，看到没有？用大招，有个大去杀龙女，来一下，别给他死，我问一下。知道为什么不用大了吧？这种 AP 龙女打架太弱了，想这么玩的话还是得玩 AD 带强攻，这么打才厉害。他出 AP 的话正常是打不过我们的。战斗之心，誓死方休。他快来了，没来的话就去上。玩这种黑暗收割老老实实刷就完。这版本龙女 AP 龙女加强过一次，但是还是不行，强度还是有点弱的。先让他再掉点血，别急，差不多了，两千血可以上。下不来，一颗留一下，我都戳一下，谢谢啊，人真好。屠龙勇士，龙女也是我的，小龙也是我的，全都是我的。把这个龙全给他整好了。熬夜波比来了，我都吸一下，我再 EQ 穿三个，再杀个沙弥拉。没事，我有盾，我这害虫给我超死，不过也可以，他值钱了，不亏。你猜一下，就在今天。
吐中粮。八级蓝宝，直接星石分天打架很厉害，可以追着对面跑，什么意思啊？对面吵架了？还有个莫甘娜子，一个二框住两个，再特闯两个，一 A 一下，我说不亏了吧？对面好像心态崩了，龙女不是这么玩的。太极品了，哎，这害虫在对面就是好害虫啊，异虫。这种送死的对于打野来讲就是一种折磨，就他这个打野跟他一样 双重折磨。德玛西亚永世长存，我说我死不了，都很厚的。就这样而已吗？哎呀，他也有盾在，没事再给他理财一下，刚才没给他挑飞起来可惜了，他盾也挺厚的。应该收掉了，还可以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我刚才护盾是没触发还是消失掉？两秒应该是被他拉了一下。这护盾应该是没掉，没吃到伤害。别说这害虫伤害好像有点高，公路快要死了。别让他吃这个塔就好了。来问题不怕一分不跟他框住。你是觉得哥杀不了你是不？不能来个大，直接啊，距离够了，给啊，快点，你先给啊，我出来他就跑了。你在搞什么飞机啊？这不先R吗？保护中粮。他不想给R他。兄弟姐妹们。就这样而已吗？冲啊！应该给闪，走不出去的这个范围。这时候补个提亚马特吧，或者来点魔抗吧，来点魔抗直接出个绿甲也可以。对面再把三 AP 在。可以让我盾跟吸血更厚一点。为了父王，我们的使命。
站住！我会让你走的。再减速一下，再 EQ 一下 ，A 一下，再 Q 一下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怎么没蠢子把龙先拉出来？啊，还差两层。先退一下，大家别打。怎么没连回去的？这不连回去可以操作一下。这不有机会全杀完的，最少能杀一个。这两天感冒打起来老是跟不上我的想法，我都已经想到怎么要操作它了。刚才应该是闪现 Q 一下这个棋子，拉回去给他挑起来，再把他杀，然后再杀另外一个。我这绿甲还差点点钱。还有盾牌，我飞一下。你拆塔吧，还快拆完。这海龙太肉了，没必要强行越他。这套杀不起来，不能这么想，老想着穿甲能杀，穿甲只有打脆皮阵容好杀，打这种阵容反而不好杀。你看似穿甲伤害高，其实打这阵容伤害低。这把只要是有两波小瑕疵，不然已经二十个头了。打这种阵容，
那一套框架很难杀对面的，雪球不好滚起来。这一剑再补个贪欲了，能打又能砍，续航能力又很强。很多人对于穿甲的印象都是起来之后伤害高，但怎么起来是一个问题。龙女好像还在，那可以去打个龙待会儿。这出张最废，来来来，键盘鼠标给你，你来打。一点脑子都没有，总幻想着穿甲成型之后，我都讲了，这穿甲打的阵容前期起不来的，你觉得你比我玩的厉害，你来播。